下面听车。其实一说起定军山，我觉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一部电影，对，中国的第一部电影，1905年，定军山。大战张虎，马那卓，我人处理换个章，翠林起哪章，来呀耶。老将军少礼，谢军师啊，老将军因何疏离？闻得张和小儿要夺取家门关，我老三将军远路而回，末将不才，愿带领人马，我要大战那张虎啊！老将军年迈，岂是那张虎的对手？进去。官场而虎，杀人日学童，跨马走飞儿童，两旁天津里能开铁太公，若论交锋时欢欢，老黄忠，帐外有一铁太公，老将军你若能开，就命你前去得老不上场。
老将军此去定能成功，焉能
黄忠刀劈马下，我兄长夏侯德被燕野老儿枪挑落马，这便日火是好呀！饶了，我师父夏侯渊镇守定军山，我不免去到那里搬兵求救。要死啊，我们也是要死到一块儿的。哎，兄长，这个戏很难演，你看现在这个舞台上演靠背老生的戏的人越来越少了，靠背老生越来越少了，为什么？他吃力呀、啊、他这勒着扎着，您这呼吸本身就困难，您还得要唱还要舞还要打，所以作为靠背老生非常难得。恼恨军师见事先，看了我选不了那夏侯渊，当过北谋下破了丹，谢家都会走荒山，左立雕鞍三军幡，大嗓儿郎听爷爷想听哥哥的功劳先，退后的人头发高干，大侯爷人对天赞。